来，白龙雪来抛砖引玉哦。谢谢。啊，因为哦小额捐款呐、啊，哦就不好意思透露了哦。啊，这个部分就是说哦，我就是习惯哦，过年过节嘛，因为我们哦大家有这个福分嘛，啊来家哦散播大爱。呵，黑雷山，各位辛苦了。呵，再见啦。呵，呵，安尼就足快乐的啊，你安怎样？哦，因为我就想讲。迄、那个啥，真久无来咱家，甲咱这个啥，这个朋友结缘啊，你们知真的啦，是觉得说，哦，大概分享一下，因为白龙雪就是有这个自媒体频道嘛，啊，我们就是哦，不定期的哈、哦，大金额、小金额哈、哦，都 OK 啦，你就是家己欢喜就好啊，啊，我家己感觉吼，啊，咱要过年过节来，我就是觉得说，迄、那个啥，咱来共关一下迄个啥，哦。爱心捐款，然后我们就是哦，好过年，然后这边的朋友是可以过年，好，谢谢大家了哦，感觉足赞。